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聚焦。呃，再跟大家打声招呼，我们现在零零三跟零二的账号呢，基本上 work 了，但是它惩罚性比较强，呃，就是它你在上面你会看到广告很少，但它放出来，它它可以允许我放节目。那一些文就是文化类的，比如说涛哥侃封神啊，这些它不太阻止了。但我们原来上的时候，那都是很早的节目了。 两三四年的节目了，很多朋友看过，有些朋友很没有看过，很多都没有看过，所以我我是想在这几个网站上我们重新上传啊、呃，因为涛哥侃电影，昨天我在讲有关 AI 产品的时候，我引用了当时的那个那个云图的那个电影，涛哥侃电影侃过那个云图，呃，对现在朋友其实很有帮助，因为是。 我们当时砍的时候，那个很超前，那是零五年、零六年，零五年、零六年的电影。我砍的时候大概一二年、一三年，所以把的上来。当然跟现在距离多少有点距离。你现在让我去讲那些，可能也有所不同。呃，所以在这些网、在这些频道上会上。呃，大家愿意看就看，就是有这么一个更新的故事，提前跟朋友打招呼。所以节目呢也在这，但是我以零五的节目，呃，还是以。 第五个频道，我们主要先上传。第四跟第一呢，现在不动。第四本来就是为了为了出问题的时候才用所以在我们完全恢复了零二零三之后，我再去恢复零一，跟大家做个交代。所以你会看到一些老节目会出来我会有计划往上传啊，不妨碍对新节目不做任何妨碍。我们该播是播，该怎么转向还是转向。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很感谢朋友，因为真的挺难的。呃，我我我并不清楚其他的其他人做这些的有这么有像我们这么大磨难的没有啊，没有就就真的没有没有这么大磨难，我们磨难很大。呃，独家的独家这个故事呢是是这么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早就跟大家解解释过，讲过故事。呃，我们引用的是。 英国的每日电讯，他英国的每日电讯是独家报道了。我们用另外一张照片，否则 YouTube 不干这张照片。呃，里面的男女主角呢是亨特·拜登和他的兄嫂情人，就是他的兄嫂情人呢。他兄长死了之后，那大概没多久吧，半年之内，他就把自己嫂子搞定了。然后那个那个拜登，他的老爹说呢，说：“哎呀。” 儿子大儿子死了嘛，所以小儿子从于爱意和关心的角度去安慰他的兄嫂了唉。哎，嘿嘿，嘿嘿，嘿嘿，都没有忌口，兔子不吃窝边草，他没忌口。这个，他、啊、就就这故事。有时候涛哥你说话挺损的。多伦多的市长，六十八岁，这个人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非常聪明。 昨天辞职了，他六十八了。那多伦多，加拿大多伦多是最左的一个地方之一，最左，极其左派。结果在疫情期间，他昨天晚上啊，疫情期间迫于疫情封锁，他封锁的封锁的压力，跟三十一岁的他的雇员就搞定了，就搞定了。 然后他媳妇儿说呢，说那时候他怎么那么辛苦，老不回家，搞定了。后来被媒体发现了，这个人还还，反正他昨天晚上辞职了。他他跟他老婆结婚呢四十年，结婚四十年，他六十八，那是原配夫人了，对吧？二十几岁结婚的，他说对不起，对不起他太太，希望他太太给予原谅。然后他提到，作为一个市长，不能干这活不能干这。 呃，他说，但是压力太大了。呃，你知道，大疫情封城的时候，很多家暴、家庭矛盾很爆发的。原来以为可以多生孩子的，结果其实生孩子倒少了。呃，就是距离是个美吧？你整天在在家混一块他他就不美了。所以疫情之下就出现那样的故事。呃，这都是冠冕堂皇的官了，对吧？ 所以，我因为讲到这儿，我才想起那个事儿。那那那个那个人可会说，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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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伦多市长，所有发言从来不念稿的，也是从来不念稿。那个嘴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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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小时，就可随便你问他什么问题，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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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所以道理是在这儿的，人必须要有正义，必须遵照法律。啪啪啪啪啪啪啪，他都是这样的。现在现在都剩嘴了哈，从比尔克林顿开始就剩嘴了。 真的，嘴是欺诈的，所以在修行当中讲修口。那这段故事呢？我们在二零二零年，呃，美国大选之前，美国大选的前后十月份讲过。他的故事发生是在二零一八年，他被泄密的内容，就是这件事情被泄密的内容，来自于亨特·拜登电脑盘。 那当时在电脑盘里出现了一段电子邮件和一些照片，他的兄嫂在得到他的安慰之后，那亨德拜登当时酗酒跟吸毒，酗酒吸毒之后自己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的电脑去送修理掉到水里，可能就跟酗酒吸毒有关。 因为它的它是两台，laptop 跟另外一个三台 laptop，它实际是三台 laptop 掉都被进水了，然后送到电脑店去修，有一个 laptop 给保住了，另外一个完全损坏了，还有一个是那个硬盘保住了，所以这故事原本的故事是这应该是三台电脑，所以一直提到说 laptop 本身呢。 是指他的被拯救了、完全被复原的那个 laptop，在那里头就发现了这段故事。他的兄嫂，呃，他的兄嫂情人见到他的酗酒跟、跟跟酗酒、跟这个吸毒之后的样子，很害怕他失控。但他就在那个前后，他有买了把手枪，所以他买手枪本身呢，是否合法也是个疑问，因为。 他亨特·拜登从军队里被辞退，是因为是因为吸毒啊？是因为什么？所以他拥有这个历史的时候，他应该没有资格去买枪。呃，所以他当时有把手枪，他的兄嫂就实在受不了了，就用了一个就是 shopping 就你上那个麦当劳那个买吃的 take out 的时候那个那个纸袋，他把枪放在纸袋里了，然后在他跟亨特·拜登。 去过一个加油站后面的便利店，大概两个人有了争执，然后这个女的就偷偷把这枪放在这个纸袋里，扔到了加油站那个便呃便利店后面的垃圾桶里面扔了，把枪给扔了。扔完之后，那后来就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人害怕了，就就报警了。 那报警了就说枪扔在垃圾堆上了，啊，警察害怕了，就这一听这事儿就瞎了，就去找去了，一找枪没了，枪是被捡垃圾的是被什么人拿走就忘那段故事就忘，反正枪没了，那枪一没就更害怕，了。而他呢是副总统的卸任副总统的儿子，所以就惊动了特勤局，也惊动了 FBI，所以在当地的特拉华警察。 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警察意识到 FBI 插手，跟这个 FBI 插手，跟这个特勤局插手了。但后来过程中呢，特勤局否认自己参与。按照美国总统的惯例，副就是卸任的总统跟副总统都会有特勤局的人安排的。今天川普的出行有一辆车就是特勤局的，那这是美国政府的规定。 那在一月六号出事之后，二零二零年、二零二一年一月六号出事之后，拜登曾经在压力之下想撤掉国家派给川普的特勤局的两名人员，应该是两名人员，作为一种保护，在特勤局的一些相应的故事当中，曾经讲过比尔·克林顿。 比尔·克林顿呢？呃，特勤局的他的安就是他的保护范畴安排呢，有他自己的规定，但是他们要听主人的。所以特勤局里面曾经在描绘比尔·克林顿，比尔·克林顿他他就喜欢那些嘛，对吧？说在他的邻居当中，大概有一个三十几岁到四十岁的一位女士，所以特勤局有暗号，说这个女人来的话，就不用报告了啊，让她就进门吧。 那这个女人呢，是不是错开了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在家的时间？她就就就没说，他们就当成笑话了。所以这个消息当时被三个星期之前，在这个英国的《每日电讯》曾经报道过，就是他就嘲讽比尔·克林顿的做法。但是呢，他突出的是特勤局的安排，所以作为拜登应该有特勤局的保护人员，丢枪，故意把枪扔了。 这不是件小事情，而他的身份是总统的儿子的双任儿媳妇儿，放他，你说那怎么说呀、啊？所以他就就就惊动了。在惊动之后，当时呢是有丑闻存在的嘛？因为一直介入是丑闻，结果后来特勤局就宣布自己没有参与调查，没有参与调查。 结果，现在这篇报道呢，来自于英国的《每日电讯》，他的意思就是说，特勤局撒谎了，特勤局当时参加了调查。独家报道，也许我们被要求帮忙。二零一八年，亨特·拜登的情人哈里将手枪扔进了学校附近的垃圾堆，特勤局被指控参与了警方调查。呃，大概的内容就是这个。 他的梗概就是说呢，他亨特的女朋友，他的兄嫂，在特拉华州的一个超市后面将手枪扔进了垃圾桶。特勤局一直否认参与此事，因为拜登总统当时不是副总统，不在他们保护之下。但司法观察截获了四百多页的电子邮件，在他不是截获，他是要求信息公开得到的。 那是美国的法律规定，显示特勤局质疑他们为什么参与其中，其中包括说，也许我们被要求帮忙了。这是司法监督机构司法观察昨天公布的消息，四百八十七页的相关特勤局的记录，所以他们质疑特勤局在撒谎。那如果特勤局撒谎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 你特勤局保护的是美国的总统、副总统，美国的总统、副总统与他日常相关的一切。如果特勤局关于拜登家族、亨特·拜登相关的事情故意去撒谎的话，那就是牵扯到诚信问题，因为拜登家族一直搅在了这种丑闻之中，而丑闻的一切是以欺诈跟撒谎为基础。 那特勤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吧？你本来平铺直述就完了，你的任务是保护他们的安全，你的任务不是为拜登家族掩盖真相。那里面文章介绍很多，我就跟大家介绍这段新闻。呃，他他就来来往往哪段怎么写，哪段怎么写的，大家要去看就到英国《每日电讯儿》那去看，怎么写怎么怎么写的。那他呢也没有做太。 重要就是这个东西以这样的方，式，以现在的状况这样的方式暴露出来的，只能说在美国的政体上层，腐败是相当厉害的啊，腐败是非常厉害的，渗透到各个部门。那它的腐败的各渗透到各个部门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到底相信谁，对吧？一个国度、一个国家失去了信任，就失去了一切。 那今天的中共国没有任何人之间彼此相信，这就这个国家不是个国家，对吧？它是个政权，所以在这个国家里头没有公民，你拿的是居民居民证，所以人家那个那个魔鬼统治世界搞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个不是个国家，它是个政体存在。有人说你这瞎掰，没什么瞎掰的。香港是不是一个政体存在？ 香港是不是一个政体存在？这是一个政体喽。加拿大的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相当于一个,一个政体存在，它随时可以独立的。苏格呃呃北爱尔兰随时可以独北爱尔兰嘛，随时可以独立的。呃，英格兰就是英国本身可以随时四分五裂的，包括威尔士。这它它是个政体。 是中国人在共产党的宣宣传下，把国家神圣化，因为你不敢不被神圣，对不对？把国家神圣化，结果现在排队的，在一据说在牙买加大使馆门口排老长队了。只要能踏出国门，背叛你神圣的祖国，你就是这个。这是今天中国真实的环境。